进入定中。所以观世音就是观照世间一切音声而入道，这是一个方法，跟观自在一样的。观自在看到任何东西原来都在那儿，谁在那儿？我能够看，我自己的主人在那儿，自在。我能够听，我的听识听大原来就在那儿。所以这一个观自在跟一个观世音，观自在不大容易修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必须要深深了解佛法才能够返回来，才能够观自在。但是观世音呢非常容易，这是一个一般的人谁都可以做的。所以你们打坐的时候你们可以听，好比说现在在那儿打坐的时候，或者有任何风声音啦，一切声音啦，你们就把这个心意识系在这个声音方面，细心一处，所谓细心一处，把这心呢细是记住啊，拴起来，细心一处无事不办，只要把心系在一个念头上头，没有一件事情做不成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把心系在那儿，然后呢你真正怎么样，既不混乱昏沉又不散乱，这个叫什么，初住，初的刚刚住住，让心住下来，粗住。这一个粗住住下来了以后，让这一个粗住不停的能够尽量延长延长。好比说我们打坐，我们自己常常有一个贪心很大的啊，我这回我一定要坐两个钟头，我坐半个钟头，不要，我只坐五分钟，自己给自己，我自己卑之无甚高啊，我就坐五分钟。这个五分钟坐下来，你常常一坐坐二十分钟，坐一半个钟头。所以不要让自己说我要做多长多长，我做这五分钟，我就在这五分钟我把我的心系在一念上头，我就听这个声音或者手呼吸，就是怎么样，这么样做下来，越长越久，练习的越多，慢慢慢慢进入到细住，由粗住进入到细住。这个细住呢，你的安静比从前还更胜，更静，精神更能够集中，更能够胜，时间更延长。你由粗住到了细住，这样的话训练自己训练很久很久，于是才到了欲界定。我们这身体的欲界，这是个欲界，做到欲界定，到了欲界定怎么样呢，你这时候突然间心地一下开朗，这个心地一下开朗了，你就感觉到自己啊，这一些这一个自己啊，好像在云在雾中似的，这个自己在云中在雾中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感觉自己飘飘然。那么这可是呢，你虽然是很空很静，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而不是昏沉的。那么你在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中间，你看到一切东西都好像影子似的，那么可是你这时候还知道我有身有心，这个身相周围左右的相都存在，你这刚刚到了欲界定，所有外头的这个色声香味诸法都还存在，身体外头的环境都存在，这个只是欲界定。然后呢你再进，这也许几天，也许几个月，也许几年，完全因为个人的根性不同，还有呢个人的修行的方法到不到对不对，然后呢你慢慢慢慢的，然后才进入到未道定，未道色界的定，从欲界定到未道定，到未道定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又在一个大转弯，这一个大转弯呢，你这一个转弯下来的话，欲界中的我的衣服物外头东西全都身体都感觉不存在了，这个是从欲界定走入色界定，走入初禅的，还没到色界定的一个大的定境。我们普通打坐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，有多少人到了未道定，更不用说初禅了，连未道定都还没到呢。这时候呢，你看到一切犹如虚空，空空荡荡的，这时候空空荡荡只是我这个欲界的身跟欲界的环境感觉到消失了，然后由这个再经过十日多少天多少时间，
然后才进入初禅。从未到定到初禅的话，这一个头一个定心是不坏的，这个人在定中，于是你有八种感触生出来。这个八种感触呢，这个八种感触一定要配合十种德相。八种感受，我们觉得冷，觉得热，觉得摇晃，觉得动，觉得很轻，觉得很重，觉得很滑，觉得很涩，这感触都会有的。但是我们平常得了这感触啊，你就常常有许多人一打坐动起来了，什么拳都可以弄，手印也会结，就以为自己得了道了。事实上吧，你必须配上十种德相，有十个德相，这一个十个德相必须要注意到。这个只是我们这一些摇啊、动啊、轻啊、暖滑呀、重啊、滑呀、涩呀，或者是觉得热呀、冷啊，这八种的感觉，只是从我们的欲界身进入色界身变换的一个感觉。这八种感觉必须要配十种德相。这十种德相呢，头一个就是说空，你这时候真实的跟那个未到定的空完全不同，你是感觉到完全整个原来所谓四大皆空是什么样子，这时候得到空。同时你定，这个定你不必想，我们现在刚打坐的时候，我要定，我要不散乱，不要昏沉，到那时候自然就定下来，你散乱不起来，你也昏沉不起来。同时还有见到光明，你到了空定光明了以后，你这时候的智慧无形中升起来。好比说我们有多少，我们读书，我们有许多的问题，好比我们读很多的古书，读佛经，有很多问题我们不明白，这时候不必，好像这些东西都不成问题了，都解决了，智慧自然生出来。然后呢，你自己呢，还有一样，你的善心，你的悲悯心生出来了。这个善心呢，就啊，原来是这么样。这个所谓孟子他说，可欲之为善。什么叫可欲之为善？这个欲不是我们普通的欲念，而是说我们都是非之心、善恶之心、羞辱之心，这种心，这就都善心。这个善心都生出来，这时候自己深深的惭愧，这善心都生出来了。然后呢，自己觉得柔软。老世界刚强，老子最怕刚强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所有生的、活着都软的，你看这植物。”它是活着的时候，生的时候它是柔软的。我们人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身体肢体都柔软的。你看那小孩，越无亲是越老越小的，它越柔软，老了就刚强。等到树枝树木枯了以后，一掰就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生，这个柔弱是生之徒，刚强是死之徒。所以说一定到那时候，你就感觉自己柔软极了。柔软不是外表的身体柔软，而是整个心柔软。那么你不但觉得柔软，你还感觉到心里的充满了喜啊，充满了喜。这时候喜欢法喜充满。从前有一个外国女孩子在台湾的时候，她打一个漆，打漆完了以后，哎呀，她简直高兴得不得了，整天笑。他跟我说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我这个笑口我就合不拢来，我这心里的欢喜的说不出来。这是心里的欢喜，我们普通说法喜充满。那么还有一个身体的乐，这个身体的乐呀，不是世间任何乐可以让我们能够比方的。所以这一个初禅啊，你这时候你心里头法喜充满，生理方面的乐趣无穷，而你真正还要感觉到解脱，觉得没有东西，世间没有东西可以束缚我了，这个世间再有没有东西所以可以让我舍不得了。当我们能够把一切都放掉的话，这是我们的大解脱。当你觉得大解脱的时候，于是你才发现我跟境界外头境界都可以相应，这个十个德性德相都得具足。你不能说哎呀，我现在痒痒，我大概得了道了吧，我已经入了初禅了吧，没有呢啊，千万不要。我在打坐的时候身体晃来晃去，怎么样得了些东西，我以为我自己入了初禅，没有。有没有十种德相？十种德相都具足，你才进入初禅。
然后进入初禅，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心一紧性，心里头啊跟紧外境完全合一了，叫心一紧性。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才到二禅。在初禅的时候呢，已经把这个色界从欲界的这个换到色界里头来了，这个转后这样的话慢慢的才到二禅。在初禅的时候呢，已经把这个色界从欲界的这个换到色界里头来了，这个转换完了以后，到了二禅，初禅的这些拔住了十个德相了，都可以没有了，就都没有了，因为你已经转换过来了。这就跟佛释迦牟尼说的，我渡河须用划呀，到岸不须舟，我渡着河一定要船，到了岸你没有背着船再走，或者整个不下船的。你从初禅你得到这一些镜像，得到这镜像，到了二禅这些镜像全都取消，到这些全都取消，八住十功德全没有了。这时候只有一个，我就是深深的相信，深深的相信这个真正的，这是功德。所以达摩见六祖，达摩见了梁武帝，梁武帝说，我盖了这么多庙，我度了这么多的僧，我有没有功德？他说，这都是人天消果，有漏之因，根本不算功德。功是什么？我自己行功，我自己有所得，这叫功德。功德只有自己做，自己得到了，这才是功德。所以这时候你才深深相信，原来功不唐捐呢，你行一分功就有一分德。这时候真正相信了，相信了这样的话呢，你这时候这一个心安静得不得了，自己完全知道。这时候呢，心是喜的，生理是乐的，然后呢，这一个完全你自己定是定得非常的安稳，不必有为啊，就在初禅境界中间。这刚刚是初禅呢，然后二禅，这到了二禅，这二禅呢，然后你到三禅，这个三禅呢，就是把这个三禅的这个喜受又去掉了，没有什么可喜的了，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。这时候你只是离喜得乐，这个乐受跟那个初禅的乐受又完全不同了，又整个不同了。那么这时候你只是这一个乐之是意识的乐，不是再是生理的乐了，而只是意识乐。这个意识的乐，你可以让你寂然在定，自己就在定中，你根本不会计算时间有多少，也不会计算我是不是在定。这才到了三禅，这到三禅呢，这一个东西呢，离喜得乐。然后呢，你再进一步的话，才到四禅。到了四禅的话呢，连三禅的喜落这落之什么这些东西定都把它取消，这时候呢舍念清净，完全清清净净的，这才到四禅。这刚刚是色界，我们打坐我们能够做到粗住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能够到细住，能够到欲界定，到了味道定，有多少人进入初禅？所以在古时候很多人一下很容易跳过很多，好比说像释迦牟尼，他最后这些都不算回事。释迦牟尼到最后的话，他跟谁想呢？就是我们要说到四定了，非想非非想定，他都知非辨舍都不要。从色界进入无色界，到了无色界就是四定。这个四禅把它色界的也都不要，于是进入无色界的定。头一个定空无边处定，到了空无边处定呢，这进入无色界，这又叫四空定，因为都完全看到空。这时候行人呢就看到这个色呀，这个色界呀都跟一个牢监牢一样的。我们虽然是跳出欲界了，但是进入色界这个还是个牢笼，跟一个监狱一样的，我要把这个监牢去掉，然后进入到空无边处定。原来一切皆空，而这个空空到简直没有边际，你找不出边际。好比说这个
我们研究天空的话，你这天空这宇宙有多宽，有多广，有多宽，当我们越研究的话，越看的话，才知道哎呦，这个天体啊这么大，大到这么样无限入。那么我们入了这个无色界的定，才知道空原来这么没有边呢。你到哪儿去找边？找不到边，其大无外，找不到边。你进入这个空无边处定的时候呢，你这时候你就完全圆，还是圆呢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初住的时候细心一处，这是圆。现在到了无色界了，你是圆什么呢？圆无边的虚空而定下来。圆无边的虚空定下来，你跟的空无边相应，不像我们刚开始说在其他地方相应。这时候呢，你再进，再进了以后呢，你感觉到哦，原来空你还执着了一个空不好，于是把空再舍掉，只是返回来守到我自己的内室。我知道有个空，这个空的意识在哪里，我回头来守这一个空，知道空的意识，于是你进入到事无边处定。这个事原来无边，你看我们从前我们认为中华，我们在世界之中，东南西北之中，华呢蛮夷戎狄，我们是最有文明的，所以我们自称中华。等到我们慢慢扩充，从前印度自己也称中国，印度认为自己是中，世界之中。后来呢，我们再扩充呢，我们说哦，我们在这个人类的地方，这是中间。然后我们再扩充，原来地球这还有其他的星系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怀疑其他的星里头有没有生物，有没有比我们人类更好的。等到我们研究的越多，我们知识越广，于是我们这个事推广到没有办法。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可以有扩音器吗？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现在有电视吗？是不是？你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你这个事一动念的话，跟着就起行，跟着起行的话，这个事可以说无边的扩充。这个事无边的扩充，于是你就沿着这个内事，让自己的心事无边的，你可以把它了解，才知道心跟事无边的相应，于是到了事无边处定。然后呢，你再修行，于是你发现不但空应该舍弃，连事也舍弃，因为什么都没有，于是进入到无所有处定。你一进入到无所有处定，你这时候看心跟事看空都无所有，全都没有，这时候呢，你就与无所有来相应。可是这还没到家，然后你再进一步到了非想非非想定。所以释迦牟尼最后跟的一个印度的圣者，就是非想非非想定的圣人，他跟了他很久，把他的学理都明白了，都知道了，一发现不对，不是究竟，又舍弃。非想非非想定呢，就是说前头的事啊，这是有想，空无边处定，前头的有这个空事有事无边处定啊，这个都是有想，空无边处定，非无所有处定，这都是无想。所以即非有想，也非无想，就叫非想非非想定。这时候呢，它虽然是无想，这一个不是无粗想，也不是说无想就是无粗想，也不是说无细想就是非非想，这个已经高到非常高的了。这到这时候呢，你这个人呢，修行的人呢，真是如痴如醉啊，完全融合，跟一切外头完全融合。这到了无色界，色就是说物质的全都没有了，到了无色界，这到了无色界天了，够了吧？不出三界外，还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里头，要怎么样呢？这个小乘的要走到把这个四禅四定全都跳过去，走到无灭尽定。走到灭尽定了以后，就是受想的定。当你说非想非非想，你还有个非想非非想在那儿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有想，有非想非非想，你连这一些所有的受所有的想全都取消。所以把这一个受想都灭掉，
这叫灭尽定。这时候六识的心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识的心全都没有了。同时我心不但能没有了，连锁也没有了，能跟锁都泯掉了。这时候起的一个大禅定，这个叫灭尽定。得到这灭尽定的叫阿罗汉，还是小乘。但是得到阿罗汉已经不容易了，所以学佛有那么简单吗？我们能说我们已经大彻大悟了吗？谁敢说？谁敢说我已经破了三关了？他连初住都还没有了，他怎么能谈这其他的？你心里头你没有悟到的话，你身体怎么能够没有反应？你身体没有做到的话，你怎么能说你心里已经都悟了到了？不可能的，身心一如，身心一圆。所以这是九次地定。我们知道九次地定了，我粗粗的跟诸位说说，希望诸位将来慢慢的从粗住、细住，从初禅到四禅，然后从空无边处定，最后到灭尽定，希望诸位都先成阿罗汉啊，不必自己要一步登天一步成佛啊。我们打坐的时候知道这些景象来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只是过程而已。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来说的话，这些境界他分析的非常详细，尤其是在楞严经里头，五十种阴魔境界，色受想行识，55种，每一种里头有10种境界。这10种境界，常常我们自己看这境界都想到啊，这个是谁的境界，这是谁的境界。过去这些修行宗教方面哲学界的这些大德们都经过这些境界，经过这些境界大家都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实在是在50种阴魔境界里头。要把这一个五蕴的境界跳出来，这一个五蕴的境界跳出来，真正才能够达到了真正的高的境界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笑话小乘，我们常常说哦，我们是大乘根器，大乘根器我们连小乘都没做到呢，我们怎么能做大乘？小乘所有修行的人从小乘入手，从初禅做起，你能够把这四禅八定做好了，你能够达到了灭尽定，你才能够谈到这个42品的名位啊。九次地定讲完了，我们讲十法界。十法界呢就是四圣六凡，六凡呢就是六道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四圣呢就是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。这个缘觉呢，我们先从声闻起。我们讲过四圣谛，当我们听到四圣谛，听到佛所说的法，我们了解一切皆空，了解所受皆苦，然后我们根据四圣谛修行得道，这只是声闻，小乘、二乘还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待一会儿讲12因缘，能够从因缘理上更进一层，了解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叫它叫缘觉。那么缘觉呢，是听了佛的佛法而你觉悟了，因为听12因缘而觉悟的叫缘觉。还有呢，没有佛的时候而你因为因缘而悟道，我们叫它叫辟支佛。然后再更上一层，这还是这两个是二乘，都是小乘的，只是自己管自己。那么我们要更回小向大，要问菩萨乘。菩萨乘有2种，一个呢就是菩萨知道我不但要上求佛法，而且我要下度众生，菩提萨多，菩提上求佛法，萨多下度众生，要有这种的居心，要有这种的大愿，这叫菩萨。还有呢，菩萨跟小乘，小乘只看到空，看到烦恼，菩萨的话呢，他不但看到空，知道真空可以生妙有，不但知道有烦恼有苦，但是烦恼就是菩提。所以菩萨这两种都要具足了才能够做，一个是行为，一个是理上的，一个是行入还是一个理入，在理入方面自己了解，在行方面自己了解，才能称为菩萨。然后菩萨你还有一个菩萨的心，还有一个度人的心啊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，菩萨还得要在上面求，
自己不停的求，然后你到你自己完全觉醒圆满，自觉觉他觉醒圆满，这时候才能成佛。但是世间有许多菩萨他早就成佛了，像观世音菩萨他早就是佛，文殊菩萨也早就是佛，而且文殊是各佛的是老师，为什么？他们帮助释迦牟尼佛度化，现菩萨身来度化。所以佛菩萨圆觉声闻这四个圣，加上我们这六道，这个是十法界。这个十法界我们时常在十法界里头转，而十法界不出一心，十法界共同一性。我们学佛头一个要相信我们都有佛性，我们都可以成佛，只是早晚而已。但是在我们没成佛以前，我们是在六凡里头，当我们在六凡里头，我们要轮回。佛是人做的，我们是人，就跟我们，所以中国能接受大乘，能够接受佛法呢，就是佛尧舜是人，他可以做尧舜，我是人，我也可以做尧舜。释迦牟尼是人，他成佛，我也可以成佛。所以我们学佛头一个要信，就信这个，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的话我们才知道十法界是什么。然后底下讲十二因缘，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啊，释迦牟尼他跟最后一个师父非想非非想定的师父完了以后知非便舍，他参访了很多年，然后最后想想都不成，印度没有人可以教他了。我们要知道印度这个国家非常特别，我在印度的时候那是40多年前，我到印度的时候他们问我要看什么，我说我要看两样东西，那时候我没有学佛，我说我要看恒河，净听恒河，这恒河道怎么样，一看好脏啊，好臭啊，真是比我们这个佛经上所说的恒河真差远了。还有一样，我说我要看森林的修行者，于是他们就带我到一个森林那儿，就看到一个伏虎圣人，他的手就摸着个老虎头，老虎他是坐在地，在森林里头一个毯子就那么靠着那么坐，手就摸着老虎的头，老虎就跟个狗似的在他旁边。我刚一进去我吓一大跳，但是一看那个老虎跟狗一样的，我也就不害怕了。所以在印度啊，这种圣人多得不得了，修行各方面的。那么印度这个国家，当我们还都在知识方面还没有怎么样，他们的四会陀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那么当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，那时候六师都已经齐全了。假如我们不把佛法研究清楚的话，我们常常看到他的那个六师啊，他的好多东西啊，跟佛教都差不了多少。所以佛教里头佛说的许多东西名词跟印度的其他的都差不多。那么从波罗门教里衍生出来这些东西，但是从这一些佛教当时把，尤其阿育王时代，这佛法整片遍满全印度。但是从这里面问题是怎么样，我们说理刚刚听的说上，久了以后你感觉到听不到什么东西，见不到什么真章，我们就不了怎么样呢，于是走入什么东西，我们现在哪一个师父有神通，哪一个师父有点道行，然后我们就去崇拜他。大家捧广钦法师，有几个人知道广钦法师临走的那两句话，我们说广钦法师因为他是水果和尚，他是复古和尚，他是有神通的，于是大家拜他，拜错了人了。真正广钦法师了不起的是他令无来也不去，没有什么事，这是真正了脱生死的人，这是值得我们恭敬的。我们现在拜很多的人，拜很多的师，却是翁着去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神通，有神通是佛家大忌。所以说真正的话，一个学佛的人要了解，了解真正知道这个不对，知非便舍。所以释迦牟尼当他知道这个不是究竟，立刻离开，自己去修行。他修行了以后，然后他自己当他的苦行他都感觉到不是正途的话，下来自己下泥莲河洗了澡，然后受了这个牧羊女的牛乳，在菩提树下坐下来，坐下来，然后他自己睹明心而悟道。睹明心不是说一看明心就悟道了，中间他有十几年的好大修行啊，
这种大修行是慢慢来的，悟是顿悟啊，修是渐修啊。所以当他那一悟了以后，释迦牟尼为什么出家？为了脱生死。所以当他在悟了道了以后，他想到的头一个就是十二因缘。我们生死从哪儿来的？诸位这儿有吗？十二因缘，我们有老死。我们假设没有生的话，我们哪有老死？对不对？因为生了我了，我某某人，因为有了某某人，所以我生了，我生了我就会老，我就会死。我为什么会生？因为我有了，我有了这个生命。我怎么会有？好比说我有这一个杯子，是因为我取它，我拿着它，现在它在我手中所有。这个生命也是我取它，所以有这个生命。那么